这些年来，你是本宫见过武学天赋最高的一个。可惜啊，等幼师碎骨形用完，你的武功就废了。大人，大人，陛下来了。如果你真的希望本宫相信你的话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当着齐燕的面杀了令侄。只有这样，本宫才会相信你是真正来投靠本宫，而不是帮齐燕来演一场好戏。陛下驾到！陛下，深夜造访。怎么，不在宫里好好养伤吗？你们在外等着。是。还墨迹什么呢？你不是要本宫相信你吗？机会，本宫可是给你了。上官不能这么做，不能啊！他不死，难道我死吗？陛下，朕来了，没事，你先别说话。